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线上的影像处理的服务，这叫 Photoer。那么不好意思，一进去都中文的，好像我也不用再讲了吧，对吧？好，你先看一下这里，你看有没有修片的功能、拼图的功能？但是这说真的啊，这两个我实在是不用讲了，因为你们现在有没有一些手机的 APP 也可以做这些事情，所以这个我就不讲了，我直接讲右手边的，可以吗？可以哈，我就讲这个设计这一个部分就好了哈。来，我们进来。像现在各位其实刚好这个节庆到了嘛，对吧？有没有很多可能会贴很多一些可爱的图啊，或者是你在 FB 上啊、LINE 上面啊，你可能想要怎么样用自己的，那么你就可以在这里面去做设计哈。那么我们现在进来了之后呢，各位进来之后有没有发现？你好像已经可以看到很多了，哎，你要做 FB 的版头，要 YouTube 的版头，要做贺卡，要做海报，怎么不小心全部都中文的？这样还了解了吧？好，那既然这个节庆来了，它其实还有很多了哈。你看我们所谓的社群的平台版头，这里你可以找。那这里呢还有什么？如果你是有在玩社团的，社团这种节庆常常要不要办活动？要，对不对？有没有发现这里有广告的，对不对？哎，也可以哈。那我们先从上面贺卡你来看一下吧。各位有没有注意到人家的贺卡多大哈？没有注意到哈，把哭一下。我先离开一下。你看刚刚这边的设计。好，刚刚太笨了哈。来，你看一下滑过去，请问有没有看到？这个尺寸，请问这是几百万的？不小心刚好像有算过，对不对？哎，我跟你讲，取整数就好了。2000×15，1500，有没有就300万？这你了解哈？因为其实每一台相机那个都会有差异，所以不会说刚刚好，但是他们都取整数，490几万就号称500万，这样了解哈？好，你看滑过去有没有看到的？哎，你就知道说，哦，原来你看我们 YouTube 的所谓的缩图，其实就是1280×720。哎，那 Facebook 上有没有需要那么大？就不用那么大，因为它的空间就比较小，因为 Facebook 广告比较多嘛。嗯，这样都清楚了哈。所以你看，我们假设你要做贺卡的，点下去，你就会发现这类的网站。请问一下，有没有同学是设计学院的？没有，因为中正没有这个学院的。所以你要不要花很多时间做设计？现在的设计是这样子的。现在的设计，假设这是程度的话，现在也是一个 M 字形的，你知道吗？顶尖的设计师也在这边嘛。但是呢，如果不会的，是会差很多，平常程度是会差很多。现在呢，让你这些所谓的。不管是 APP 还是线上的服务，他们都有做一个东西，叫做什么范本。所以，就算你真的不是相关科系的，你选的范本做出来的也不会比他们差太多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中间这一套会不会消除掉？哎，会不会消除掉？哈，就是不上不下的反而比较少。所以以后你应该知道，你会做的就是只有一件事情，挑好一个好的云端服务，找好一个范本。就搞定了，有没有？哎，好，来你看一下吧。好，你如果点这个拍贼哦，哈，这个有没有发现？你也是可以用，但是有人家的 logo 在这里，所以这个知道是什么意思的吗？要钱的，虽然你也可以用的哈，但是呢，我们在这边你就找其他的吧。哎，海贼跑，来，这样应该知道意思了哈。哎，你就先挑一下，我先等各位一下，好不好？哎。好，现在呢，我挑了一个就是免费的。好，那您进来之后呢，您可以看一下，在这边有没有发现，有没有规定您要照它的？没有，可不可以自己动？可以哈。那这是一种方法，对不对？就是说，哎，我觉得啊，你的这一张图我不喜欢呐，我想要改，你可以在里面直接做。你看，点到它有没有左手边这边就可以改，甚至你可以删掉。好，这些都 OK。所以点到字，当然也可以喽。
也可以。哎，那我就要问一下各位咯，请问你这样就设计好了吗？这样还是别人的，对不对？没有你的特色，所以要不要加自己的照片或一些图库的地方？那这里呢有两个你可以选择，一个呢我就从里面，因为它里面有没有一些给你一些图库，你可以从里面去找。好，比如说哎，我们想找看看，找看看圣诞的，反正说真的，圣诞节很多嘛，点开有没有一堆，所以找到你要的雪人应该今天要来一下的嘛，有没有来了？这样了解吗？老公公应该要来一下的，没有人规定一定要放在里面哦，你可以放在外面准备进来哦，对吧？大小调整，这个好像应该不用我教吧，不小心你 office 就会了嘛，对不对？好，再来找找看树多几棵进来，要绿化一点嘛，都是这样。你有没有发现原来做设计也可以很好玩，对吧？但是万一，请问万一这里面没有你要的，没有你跟你阿娜达的照片啊，怎么办？自己加进来。所以怎么办呢？在右上角有没有一个叫做导入照片，哎，您就从这边自己加进来，是就可以加了。这样有感觉了吗？有感觉的哈。那刚刚这是视频了哈，就是走的视频。那你在这边还有一些基本的形状，这个其实就还好了哈。这边，那如果你要再打其他字，可不可以？当然可以。可是呢，打字的时候，请问可不可以打中文？你觉得可不可以打中文？当然可以啊，但是打错字就不行。开玩笑哈，这里。好，重点来了，请问这里有看到中文字型吗？没有，对不对？你看往下走怎么办？你只有姓名题，但是我不满意啊。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解决方式？有的，哎，当然是有的哈。那颜色部分可以从这边，哎，不是颜色在哪里？字句，哎，行距，哎，颜色跑去哪里了？等一下我找一下。好，那所以呢，等一下我们要解决两个问题，一个就是说，如果我的图片第一个在外面的，对不对？那第二个呢，就是我们的什么标题的部分，我今天就要用中文，而且要比较好看的中文，有没有比较好的方法？好，那我就先让各位稍微简单设计一下咯，好不好？来，还给你咯。